伊能静与秦昊在婚后近年来在中国定居，不时透过社群平台与粉丝们互动交流。日前适逢七夕情人节，夫妻两人似乎相隔两地，但是男方认定了一大束花，并嘱咐别人送到家里。伊能静随后在社群公开了两人的私讯对话，只见秦昊突然传讯息问他是否已经收到花，让他感到很疑惑。这时男方才透露自己订了一束花送到家里，他怀着不确定的语气询问对方是送给自己的吗，不禁让秦昊无奈的笑说，不是给他的话还能给谁。面对老公突如其来的小惊喜，伊能静的第一反应是老公肯定是脑袋撞坏了，或者是打算整蛊他。不过随后伊能静晒出了巨型的花束照，脸上露出灿烂笑容的表示真的太开心了，可见他对情人节惊喜很满意，夫妻俩的恩爱举动直接闪瞎众人啊。Bye.